啊，针对有人讲民进党的人二度有整合的必损，甚至讲有国民党向民进党初选无成的县市长伫咧招兵，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仔是讲会继续整合。主席，加油！蔡主席，加油！蔡英文利用礼拜透早来到桃城，要爬山到新天祥寺来参拜。真侪平山客看到蔡英文拢真欢喜，想要甲伊握手翕相。山友大家热烈支持，让蔡英文笑甲是真欢喜。不过，民进党大台南甲大高雄市长的选情部分一直无法度来顺利整合，甚至阁传出国民党甲民进党初选失利的台南市长柯文哲以及高雄县长杨秋兴来接受，这是让蔡英文笑袂出来。利用对手阵营之间，因为初选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来刻意操作。我想不是一个执政党或者是任何政党应该认为是最优先的事情，也不应该是认为他们赢得选战最好的方法。民进党除了蓝绿都整合出现问题，另外嘛传出本来党中央要来延年五都联合政见，另外在下个月要来邀请五都参选人做伙来参访日本东京等等的城市来考察市政，并且来翕联合竞选广告。不过说因为参选台北市的苏贞昌定言有意见，蔡英文表示无这种状况来发生。五都的候选人他们都各有他们自己必须面对的选区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是在一个选战初期我们的竞选的团队跟竞选的幕僚之间的磨合的问题，还有政策协调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阶段正在积极处理的问题。蔡文特别强调，今麦五都提名人还搁伫个协商的过程当中，伊表示未来民进党来成立互选平台，希望会当加强五都整体的作战能力。记者丁志勇、陈柏罗、SNG 小组、侯翔。